Hello，Hello，又到咗 music moment 嘅时候啦。嚟 say 个 hi。Yeah， 同埋 share。小弟聽晚係有啲工作要做，所以咧就唯有星期四見大家啦。希望大家都會嚟睇啦。Hello 老幻童，所以大家咧不如 share， 或者多啲人可以知道啦，然後俾多啲人都聽到啲歌啦。所以現在你要唱聖母經來補回啦。 Hello Joey。 Hello Eric。 Hello Eric。 Hello Sarah。 Hello Sissy。 大家看到大家真好，其實我們這個十月是很忙的，可能大家有關注 AMDG 的專業的陣都可能留意到我們近來都很多很多的活動啦。其實也是一件好事來的，因為證明疫情開始有少少轉機啦，咁然後我哋可以生活慢慢咁樣踏翻上正軌啦，亦都可以有舉辦更多復傳活動啦、教會活動啦，大家可以參與嘅。咁但係咧，我今日咧都會繼續呢個 music moment 嘅，咁喺網上同大家相見啦，同大家聚下啦，咁大家都歡迎大家點歌啦，咁樣樣。Yes， hello Christina。咁我哋今日咧都有一個特別嘅 topic 嘅喎。係，今日係我哋我抌咗啲啱啱嗰張紙。係抌咗？抌咗。是啊，大家有冇見到我哋啱啱嗰個宣傳嗰張嗰、那個個 photo 啊？宣傳咗未？我都唔知道。宣傳咗有張面具啊嘛，係咪？今日講面具啊。係咯，其實講面具係。你諗起啲咩咧？面具啊！如戴著面具去掩飾倦容。冇，其實因為。可能你就嚟到，即係雖然我哋唔會 celebrate 啦，即係唔會 celebrate 萬聖節啦，但係就係去到萬聖節就好多人都會戴住副面具啦咁樣樣。咁我諗緊面具都好特別嘅一樣嘢，因為當諗起面具咧，會諗起好多嘅都同靈修會有關係。咁所以就覺得，不如今次就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啊面具，嗯，
同埋我個信仰，或者係喺我哋嘅心靈裏面，其實我哋點樣睇依樣嘢咧？嗱，我自己就覺得咧，面具咧係一個常態嚟嘅。你繼續 elaborate 多啲。即係我覺得咧，人戴面具是一個常態，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呢？認同就比較 like 我，因為我想譬如我自己這樣啦，那我都承認我有時都會戴面具，但我覺得這個是不代表是真的我假的，但是我覺得是有時候你不可以不戴，你很多人被 like 你看，是啊，看到啊，是一個常態來的嘛，即是為什麼呢？ 你有時你不通養自己的壞東西出來嗎？即譬如說我回、我記得以前呢我上班的時候呢、即現在好一點，現在養老了，以前呢剛剛出來做醫生的時候呢，其實我經常都很怕病人跟我說，哇醫生你很年輕、啊、你知道人跟我說醫生你很年輕代表什麼呢？ inexperience 啦，沒經驗啦，是即代表其實你有沒有經驗的，你行不行的，那有時候呢我去到那個位置就有一點緊張啦，都會有一點逞強，那即是我說不是，我即是扮嘢啦，扮自己都 OK 啦，但其實我覺得自己 OK 的真的，但是始終即是始終你那時出剛出來一陣間，會有些時候你會第一次做某些手術，或者第一次見某些病人、或者第一次面對某些情況，那一定會有你清潔的時候，但是那陣時都唯有戴住面具，因為如果唔通你扮，如果你真的露出你的真性情，好驚嗰陣你係處理不到問題噶嘛、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有時候面具呢樣嘢咧係一種嘅需要，即係唔係話即係虛偽，而係需要咯。我也有嘅，我有戴過嘅呢個面具，我覺得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感啊，戴得好辛苦啊。點解辛苦呢？就是因為個辛苦不在於人哋點樣睇，個辛苦係在於咧，我知道自己戴緊呢個面具，我知道呢、這個 show 俾人哋睇呢個係假嘅 ，it's not the real me， 唔係真正我嚟嘅，因此先至辛苦，因為我唔能夠做自己。大家有冇同感啊？你有同感，你又俾啲嘅回應我哋啊！阿 Sarah 話係喎，認同啊，保護自己啊！面具好似口罩咁，都係英文一樣啊嘛，都叫 mask。我等陣再講啦，阿思思你個 point 啦，即係口罩或者係面具遮掩嘅嘢。而家首先順順睇一隻流行曲，面具。太衝動，大件事沒計輕重，錯過悔過仍要衝，衝出困局，形象似義勇軍般英勇，但結果有沒有停戰的溝通？如戴著面具去掩飾倦容，迎著炮火也依然情輕鬆，情緒不可激動，還若輕的舉重，來化解一切壓力至失蹤。如放下面具去，也許面紅，乘著晚風去追尋逍遙星夢。像泡芙
切壓力自失蹤。如放下面具，許也許見紅，迎著晚風也追隨小月星夢，除去假的寬容，還真想不通，純年少的青春。忘卻世間的不充，誰明白將和你也許重逢，遺憾太多卻不能保留的鐘，如琴聲的哀號，連吉他都哭訴，誰明白我初衷，煩躁也是個Sarah 話喎，除落嚟咧，再戴翻咧，先至覺得辛苦喎。哇，覺得好有哲理喎呢一句。除個面具落嚟，跟住再戴翻，先覺得辛苦。我好有同感啊，因為咧，除完之後咧，做翻個真我啊嘛，即係你最真正嗰一面啊嘛，應該就係、是、哦，好自然啊。然之後咧，我要再戴翻喎，呢、這個先至覺得辛苦，因為可能。自細開始已經戴慣了就不覺得。我想講一個經歷、mm-hmm. 就是我第一份工作的時候其實我是做、investment banking 的 recruitment、uh-huh. 就是、好像獵頭公司那些那樣中環上班我當時是、做金融嘛、mm-hmm. 投資銀行嘛但其實我是完全不懂的我是完完全全不懂的我都不是讀金融的然後我又要做獵頭公司喎，即係打俾人哋咧嗰啲 iBanker 喎，然之後咧跟住我，喂點啊？你識唔識啲咩咁啱啊 ？interview 人哋咁啊？佢講啲乜嘢？我完全唔知道係乜。嗯。跟住，但係我要扮識，扮識。哦，係啊，係啊，係啊，望住人哋個 CV 啦，然之後跟捉嗰兩個 keywords 啦，然之後，哦，係啦，係啦 ，financial modeling 啊嘛，係你識唔識啊 ？due diligence 啊嘛，你都知噶啦嘛。我根本唔知啱乜，第一扮知。然後落到街啦，喺中環翻工啦，人哋啲 iBanker 點樣著，我又點樣著咁樣啦。我知道咧，就算我著同一件嘅衫咧，其實我都唔係同人哋一樣。嗯。但係為咗工作需要咧，我要扮知，嗰、那個扮好慘啊！你點解嘅感覺會係點樣？梗係慘啊！最初嘅時候咧，就感覺到，哎呀，我終於入流啦，我終於成為佢哋一員啦。但係咧，到咁上下，其實心裏面知道，根本我係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嗯、根本我不是跟他們同一個類別、啊、其實也都沒有需要同一個類別的人人有自己的 path 的嘛但是當時工作需要我要成為他們一員那我就知道這個面具是戴得很穩咯每一天都其實我想戴著面具都是因為某一種的恐懼啦、嗯即係我諗係，譬如話你驚人哋知道你最真嗰個你係點，因為 probably 你嗰個真嘅你有啲嘢係你唔想俾人知道，即係可能你有啲欠缺啦，你有啲嘅，你都或者係其實好怕人哋點樣睇你咯，即係嗰個判斷係點樣樣。另外都係驚有，我自己覺得有時係戴著面具咧，係因為你可以有個 control， 即係有個控制嘅，即係起碼你唔會話你控制到人哋點樣諗你。你控制到人哋睇你嘅時候係你想嗰個，係啦係啦，係應該咁諗，即係控制人哋係應該控制唔到人哋點樣諗嘅。但係就即係我可能我盡我嘅能力令到人哋見到個形象係唔係話咁差，即係我想人哋見到我係識嘢嘅，有耐性嘅，有學識嘅。咁然之後咧，我就做咗呢個，我希望人哋見到我呢一面。
但原來呢個係面具嚟嘅。但其實咧，我覺得你由細到大咧係被 groom， 即係被培育咧係戴面具喎。有少少，即係譬如你由細嗰陣，你喺小即係小學啊、中學嗰陣，你可能要做啲嘢，譬如你要唱 choir 又好，或者你要上台，或者你要做啲咩嘢考試啊，咁通常你都要扮，即係你都係俾人訓練你要扮你聽到到即係我諗係久而久之咧，即係我哋戴面具戴到慣到一個點咧，就係關到直情有時候連自己係邊一個都唔知咯。嗯。即係我諗依個就係個 point 啦，即係我喺靈修嗰陣咧，就因為戴面具戴得太慣啦，慣到咧其實連自己係邊一個都唔知道。咁我諗當我哋繼續講落去嗰陣咧，或者我哋都再唱一隻歌先，大家可以歡迎點歌啊！今日阿老韻同學係有好多人戴假面具做人，大家覺得戴假面具人又係點咧？或者其實你諗下你自己啊，你會唔會其實都係唔多唔少喺某啲情況之下都係會戴住個面具嘅咧？尤其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可以講下，即係分享一下。我覺得最好就是咩咧？就是大家分享一下你戴一個乜嘢嘅面具。例如我嗰陣時，頭先我講嗰個例子咧，我啱出嚟做嘢嘅時候，我就係戴一個冷色嘢嘅面具 ，experienced 嘅面具去俾人見到。內心就係咧，其實係怕人哋見到我唔識嘢。咁大家戴一個咩嘅面具咧？喂，歡迎分享一下嚇，我哋而家打開啊！盡訴心中情 ，OK？ 係，我陣間我想睇大家分享，其實你戴嘅面具係咩？我定係你裡面又係點樣樣，好唔好？嗯。咁我哋而家咧，我唱只歌就係張國榮。好。我。I am what I am。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石头大这么多，
歌詞，大家覺唔覺得啊？佢裡面講咧，其實就係天主做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獨一無二嘅。咁其實喺十個裡面，可能真係得你一個。我覺得唔止嘅，就係萬中無一。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好特別，好特別。咁但係我哋有冇欣賞自己咧？咁定係？但係現實裡面咧，點解要戴面具呢？很多時候就是因為自己不喜歡自己。Exactly， 就因為我發覺自己有些東西不夠好。嗯。可能是自己覺得不夠好。嗯。或者我怕人哋覺得不夠好。嗯。其實未必的喎，是自己怕的喎。所以我要戴上一個面具，畫到一個自己認為人哋會欣賞的樣子，或者自己覺得好的樣子，跟住戴住佢。係，我其實好怕人哋傷害自己咯，即係 Candy 都有分享啦 ，Hello Candy， 咁咧就佢話通常憎我咧匿埋原因係因為好多嘅傷痕，好多嘅疤痕，好多嘅即係可能以往嘅淚水啊咁樣樣，我都係嘅，就係疤痕咧，其實真係好想匿埋佢，即係好想擁住佢，揾啲遮瑕膏遮咗佢咁樣樣。但有時候咧，我諗要 embrace 即係去擁抱自己嘅疤痕咧，係成為自己生命一部分，甚至成為一個戰績咧。我諗係真係一點點嘅恩寵，同埋一啲嘅勇氣。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咧？其實咧，我去到呢個啱講啦，我突然間諗起，我覺得係一份嘅信德嚟嘅。嗯。其實都係一份信德嚟嘅，即係我相信我經歷嘅嘢。是、天主給我的恩寵的一部分、嗯嗯、我認為是這樣，即有些人呢可能 你見到、啊、我有這個疤痕、啊、我的條眉不是很好、啊、我的樣子不是很好、啊、我有什麼缺點、啊、有什麼缺失的地方、啊、and then 我會覺得這個是我不好的地方，我要 cover 它、嗯、但其實可能正正是天主創造我們這樣，因此我們往後可以學得更加多、嗯，怎樣去完善自己呢？我突然間我想起窮寡婦的比喻，嗯，不知道可能大家沒想過是我突然間會想這樣，但我為什麼會想起呢？因為窮寡婦呢，如果大家記得那個比喻呢，她在路加福音裡面說就是說個寡婦將自己、好少，即是最即係佢俾咗好少錢啫，但係佢係大部分嘅積蓄嚟㗎啦。咁、嗯、然後耶穌咧就好欣賞嗰、那個，即係當佢睇到嗰陣，好欣賞個寡婦，因為覺得佢奉獻咗佢最多嘅嘢，因為總之係即係個心係好少，但係其實佢本身已經係即係個心即係 total， 即係英文心嚟，即係個心係好少，但係就佢係已經奉獻咗佢好多好多嘢。咁、嗯、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我哋就好似嗰、那個嗰啲。奉獻出來的錢就好像我們自己一樣，即是可能我們很多不足、啊、很多、不喜歡、啊、的地方，很多貧乏的地方，是貧乏的地方，是的，但是天主其實真的很喜歡看著我們去怎樣願意將我們的貧乏去攤出來給他，但是呢我覺得最難的一件事就是什麼呢？就是去攤自己的貧乏，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有沒有大家試過在祈禱裡面去慢慢咁揭示自己的貧乏咧，因為我自己係喺譬如我做聖經納著靈修嗰陣咧，喺神操裏面咧，其實第 first week 嗰陣咧，就係、是、就慢慢去揭洋葱咁樣剝自己嘅，哇好辛苦啊！我想講，即係你會都慢慢剝，慢慢剝，先發現原來自己好多嘅諗法啦、表情啦，或者係情緒啦，其實係 cover 住好多好多內心嘅狀態，咁然後係。當你見到最即係最原本嘅自己嗰陣咧，真係微小到不可想像嗰陣咧，係有少少好脆弱、好脆弱嘅感覺。嗯，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講乜嘢，但係我又 like 係啊，係啊，多謝你。但係我自己係嗰陣時，我覺得啊喊得好勁咧，嚟以嚟就係、是、啊發現自己原來係真係即係戴住個面具係裝強咯、扮勁咯。咁、嗯、但係其實好多嘢都係其實唔得嘅。嗯。同埋好得意咧，有時我準備呢一次嘅 Music Moment 之前咧，我先同阿 Vincent 都傾緊偈。啊，究竟呢個面具俾人哋睇定自己睇嘅咧？有時人哋都未嚟話俾我哋聽有啲咩不足嘅喎、嗯。其實係我哋自己話自己有啲咩不足，然之後我哋已經捉起咗一個面具，劃定曬先。然之後呢、這個面具邊個睇啫？人哋都未話我哋係帶俾自己去睇嘅。好似頭先所講嘅嘢，就係、是。我哋戴住一個面具俾自己睇，然之後咧，你靈修嘅時候就係一層一層揭開。我真係要面對自己啦，我真係面對自己一個咁不足、咁有多flaws， 即係缺陷啊、貧乏啊嘅我嘅時候，有時唔係人哋接受唔到，係
我接受唔到。係，但係點樣去面對呢份嘅貧乏咧？面對呢個嘅 flaws 咧？嚇，其實我覺得就係靈修咯，即係而我覺得咧最令我感到安慰，佢話就係喺聖經裡面不停咁重複嘅一句話。據說咧，呢句話重複咗365次，好得意啊！365，啱啱好係一年，即好似每一日天主都同我哋講一次。咁呢句話係咩咧？不要害怕。咁我而家送一隻歌俾大家 ，Be not afraid。其實裏面的內容呢，正正就是有一次我去做備證。真的？是啊，很出奇啊，我做備證。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正正你去做備證。太過分了。不是啊，我不是這樣的意思啊。是啊，我跟住去講笑啫，除咗做備證啦，跟住然之後咧有一個修女同我做靈修指導啊。咁我當時就係處於一啲喺好兩難嘅時候，自己好好糾結啦，好矛盾啦。咁然之後咧，修女就叫我翻去咧睇聖經喎，讀啦，慢慢讀，讀到你有觸動嘅時候停低默想咁樣啦。咁啱嗰首歌咧，正正就係當時令到我觸動到。喊曬嘅時候，認識我嘅朋友知道我唔容易喊，但我當時又喊到咧，係收唔到聲啦。首先個感覺就係個頭啦，有一陣發麻嘅感覺，跟住然之後咧就開始，係咁喊，係咁喊。
咁我終於咧 find out 到啦，點解我咁糾結咧？係因為我怕。你怕咩？怕當時係怕誒好多事情唔穩陣咯。嗯。咁然之後咧，我睇嗰篇聖經咧，修女好叻啊！佢揀俾我嘅咧就係啱啱所嗰首歌嘅內容啊，就 Be Not Afraid 嗰個內容。佢就係話你喺呢一個嘅啊。前面有水，你唔使怕，佢唔會浸親你啊、嗯！前面有火，你唔使怕，佢唔會燒親你。點解呢？因為我嘅愛咧係將你前後包圍嘅。其實依段聖經嚟自以賽亞先知書，咁可以話係第四十三章。如果大家有興趣睇過《以賽亞先知書》第四十三章，我自己都係好中意依段。咁佢係講話。佢寫咩呢？就係、這是上主親口向我說的話，乃形成你的上主這樣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你是我的，因為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貴重的，我愛慕你，所以我會寧願用別人來交換了你，希望你歸於我名下，並為了我光榮而創造、形成和造化的人。即我想這個就是為什麼你可以即係願意可以喺天主裏面卸下一切嘅面具，願意交付自己最貧乏嘅自己。其實就係當我哋認識到天主嘅愛嗰一剎，咁我覺得依個靈修啦，或者依個 exercise， 我認為真係要反覆咁去回味同埋去 taste， 因為我覺得係俾咗好多好多嘅力量我哋去行咯。我自己覺得，即係因為我哋每個人都好想活出一個真我，但係我哋覺得其實真我咧 ，to be honest， 我哋自己都有啲唔中意，因為唔單止係有貧乏，而係話即係可能真係有啲缺點，真係有啲 flaws。但係我諗係我哋係好需要，當我哋認清楚最真正嘅自己陣，就會可以交付自己俾天主去重新塑造你，即係唔係塑造你入邊一個唔同嘅人，而係原先你嗰嚿泥，佢可以將佢化作一個有用嘅一個名器咯。嗯。我覺得你剛才說呢，說我將這個真我呢交給天主，即是除低在天主面前除低個面具，拿你最真的那個出來，哪怕裡面是有真我的，裡面是有很多不好的東西，有很多貧乏的東西，有很多 flaws 這樣，但是不是代表天主很喜歡這些 的 flaws 還是什麼，而是當我放低了，是一個承認的過程，是一個接受的過程，我承認我自己有這些東西，然後呢我放在天主面前，承認過後呢我可以去改進，去完善自己，去超似祂。而相反調回轉就是我戴著面具，我不承認啊，我不承認啊，我 不是的，我不是這樣的，真的這樣的心理狀態反而會帶給我們很多的即有個規格，就是去辯護我怎樣不是這樣啊，而不會可以做到一個更加超似他的模樣。那就好像說你見到一個自大的人，是，但是他很可能他為什麼會自大，就是因為他害怕，因為他很自卑，而當他明白自己，其實即人家不喜歡因為他自大，但是他發現，人家不喜歡我自大，但是我覺得自己都不是很自大，但是當他發現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自己自卑的時候，他就會發現他因為這樣而愛自己，是去珍惜自己，去欣賞自己，然後慢慢地可以將他所謂的自卑或者甚至自大的問題即是可以解決。我覺得這個就是所謂的塑造的過程，即我聽過很多這樣的故事。那 before 我們繼續Go into that 嗰陣，我哋繼續唱下歌啦。咁頭先咧，《以賽亞先知書》好靚啦。咁除咗《Be Not Afraid》呢首歌之外咧，我會諗起另外一隻，都係英文歌嚟嘅，係《You Are Mine》。咁啊，又係送俾大家，好冇？好細啲歌先。Please.
承認你自己有啲咩嘅嘅唔好嘅地方啦，擺喺天主面前啦，咁呢個過程反而令到我哋更加可以塑俾天主塑造我哋嘅，成為一個更加好、更加朝似佢嘅人嘅。好啦，而家我哋問一個問題啦，各位，即係咧你要答一答我哋嘅，就係扮告解，OK， 蘇和聖事係啦。扮告解很明顯就是將你自己的面具放低啦，攞出呢一度出嚟俾天主睇啦，係咪？咁但係咧，我想問下各位啦，你俾個分自己扮告解的時候咧，究竟你將幾多個 percent 嘅sins 先係咩啊？罪過啊、過失啊，去講出嚟咧？嗱，扮告解好多人都有嘅，你扮咗，好多人就覺得 O K 啊，為天主交代，為自己交代嘅啫。但係喺個扮告解嘅過程裏邊，你講出幾多個 percent 咧？我哋不如先揭示自己先啦。思思話佢 100% 講曬。你 100% 講曬 ，O K， 你講幾多 percent 啊？我啊，我諗我講七成啊。70%。O K。Vance 是70，我咧我講我諗50-60%啦，50-60%啦。你講好似人名咁樣，50-60%。跟住然之後，Sarah 就話佢60%啊。係啦，係睇住要誠實，但點解我講七成咧？我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因為歌。唔好講住，唱歌先。等大家寫一下先啦。其實真係大家睇都同一時間諗下，其實會唔會有扮告解？我先話六成太少啊！哎呀，好長啊！係啊，我哋依家再講點解？你啊，你要先寫咗先。而家咧，我哋俾一次機會大家，你都坦白啦。我都明嘅，其實我哋幾坦白咁樣。係啦，先寫咗，你講幾多成俾天主聽？喺你扮告解嘅時候，100%、90%、80%、70%、60%、50%、30%、40%、10%。同埋零，唔會零啦，你去得都唔係零啦。好，請寫啊！我哋唱首歌先。你扮告解咁軟弱，唱呢只啦，好唔好啊？好。梦境里，只找到。
心，这十架下是着火鞋冲向你心。当天心中黑暗处，快遮蔽我心，我惊慌的抖震，彻夜祈祷心火照耀是圣神，如阵风在我身边。最少之後睇下仲有冇少過我先，冇人會咁少過你。哎呀，唔係咁嘅意思，而係我呢樣嘢其實都係好多係自己裡面都可能未必容易講出口嘅嘢。點嗱？我想問嘅係點解咧？點解講咁少？講得即係總之唔係講十成係咪？點解？係啦，點解唔係講十成？即係你 hold 住一啲一定嘅原因㗎嘛？嗰個原因係點解咧？我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時間講。直頭嚟嘅，咁你就即係通常你知啦，辦公界後面有串人噶嘛，謝長廷啊、張林琪嗰陣咧，定射多人噶嘛，即係唔好意思講咁耐，耽誤，即係同埋咧，即係講真嗰句咧，如果真要數算我嘅罪過咧，我相信要神父要俾好多好多嘅時間我，即係係啊，所以好多時候我都係靠嗰句嚟補救咯，就係仲有啲我唔記得嘅罪過，靠神父傳，就求神父傳，都求天主都傳赦嗰句。咁咧，其實我自己記憶非常之清晰啦，真係。係啦，偶爾其實都仲有啲好清晰嘅罪過喺個腦度，但係我覺得咧，第二個原因啦，就係即係仲係好羞愧啦，仲係好怕講出嚟咯。即係唔敢咯，都係嗰個 fear， 即係嗰個害怕。害怕的是要我都害怕，不是害怕天主不原諒我咯，害怕神父 judge 你，可能害怕神父 judge 我，或者可能是害怕我自己接受不到自己啊。都是，大家會不會揀一個自己不熟的神父來做辦告解的？因為不想被神父認得你，會不會的？最好去離島區咧，咁樣我會噶，唔係，但係而家咧，我可以好啲啊！我知道我啲神父都 OK 嘅，咁但係就我都曾經有段時間，我阿石師都話會解決自己冇咁熟。其實
其實呢個已經係啊，即係呢個已經係啦少少嗱首先咧，第一個層次就係我哋咧唔講曬所有嘅嘢啦。第二個層次就係揀一個冇咁熟嘅神父啦，其實都係少少嘅一種嘅 fear 哦、嗯，一種嘅驚哦。Anita 話絕對會添，即係我 I am not alone。其實嗰個 fear 係喺度嘅，唔容易嘅辦公解。但係我自己都覺得咧，其實雖然係都係困難，雖然都講唔曬，但係其實每一次講多少少，每次講多少少，其實都係。都是一種是釋放嚟，即係嗰種釋放咧，唔單止係話天主即係寬恕我啊，份恩寵啊，而係話我覺得係嗰種嘅承認咧，即係宣之於口嗰種嘅嗰個狀態，係令到我係更加有個勇氣去或者個力量去，去做更加好嘅自己咯。嗯、即係係啊，我哋就係嗰個微小自己，嗰個真我係就係咁咯，但係。天主都是愛了我們這個真我，但是他會給我力量我們成為我更加好的我。嗯嗯，同埋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其實我們是怎樣呢，天主一早已經知道了。是啊，即是這個是很重要的，即是我們是甩皮甩骨啊，還是還是是怎樣怎樣多的缺陷啊，怎樣衰法啊，其實天主呢一早已經知道 before 我們說出來、他已經知道。不過而家期待嘅只不過係一個我哋自己承認嘅過程。嗯，好啊。嗯、我哋咧其實剩翻十分鐘到嘅啫，各位。即係點歌啦，佢咁啊。係啊，我會唱一隻歌，即係呢隻歌係我都係我自己作品嚟嘅，就係、是、我覺得都係一個很好好 wrap up 啦，即係就係叫再做純潔的心，我諗我哋都好需要份嘅力量咯。但係就即係我都希望大家，不如大家都分享一下一首你覺得好治愈嘅歌。咁、如果我哋仲有時間嘅話，希望都可以，或者我哋都識嘅話咧，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唱，好唔好？咁希望我哋喺啲咁治愈嘅歌裡面咧，可以揾到啲嘅力量啦，咁、就可以繼續行得更好啦，就等我哋更加有勇氣放低個面具啦，然後都可以讓自己嘅真我去塑造得成為一個更加好嘅自己，更加超似基督嘅自己。咁啊，首先再做純潔的心先，大家諗下你就治愈嘅歌嗰陣。天主，求你按你的仁慈怜悯我，情义，你奉行慈爱消灭我罪恶，求你。Thank you.
再做純潔的心。有人點歌 ，Phoebe 點 As the Dependable。好啊，你記唔記得歌詞啊？佢唔記得，等陣啦。OK， 點彈？你想彈，我俾你彈咯。好，我哋唱 As the Dear， 大家有咩歌咧？有觸動你嘅歌喎，我哋又唱啦，好唔好啊？好啦。As the Dear 之後唱一首，因著信我哋可能唔係好熟啊，係咪明空？明空，唔好意思。其實我估我知嗰隻係邊一隻歌，但係我諗佢應該唔識啊。我哋下次學啊。Jesus.
好，我哋唱多一隻歌啊！一隻。識唔識呢隻歌咧？有冇人幫我哋揾呢個仲恩嘅 number 咧？呢個係法蒂瑪聖母，我哋考個 fans 先，佢猛咁抄佢都而家喺度。我唔係我 keep 未 keep 到佢，好邊個未出到？我哋咪有仲恩喺度嘅頭先，係咩？你邊度？我仲恩喺邊啊？我仲恩喺位度。